是一场高甜吻戏。慌了，真慌了，这个不是撞出来的。就是那个脑子嘣一下就砸墙了吗？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那拿不到了，那吃饺子的时候应该来点蒜。你刷三个。终于正式开拍了。够了吧，导演？来，我觉得有一个最后一个镜头没拍着，再亲一下，来，慢一点，慢点，来，准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出汗了，快出汗了，出汗了，紧张的不行了，你这衣服。